要请妈祖，要请妈祖入庙内的，还有这个门槛要拿下。平常都是神明走中门去，古代帝王走中门，开中门迎接，一般的人都要从右边的门进去，那从另外一边右边也都是靠右边。看到金龙洞有请到北港华天宫妈祖庙、新港望天宫妈祖，还有下旗东太阳宫妈祖，还有北线桥和通济宫妈祖。Thank you.